郊外的主題呢，因為我沒想過會揸電單車去 camping， 因為你平時諗的都是可能大家 van 咁樣，咁揸電單車好像有個無拘無束的感覺，同埋想拍啲就拍啲，見到沿途靚嘅風景可以停低，我覺得呢個是很吸引的。我相信今天之後應該很多朋友突然間就會想揸電單車去 camping， 睇下撞唔撞到你，是載我係咪？係啦，同埋原來啊，心如 B B 原來係咁中意自然噶，同埋自由噶嚇 ，OK。咁啊，樂文 B B 咧，我自己都好中意户外活動同埋行山嘅。咁我都講過啦，其實我一直都好想考個車牌，但係點解唔考住咧？都係因為我唔知點解覺得咧，我咪傳統咗少少咧，覺得咧女仔揸電單車好似危險少少。但我覺得如果樂文 B B 揸嘅話，我相信是一個字咯，型咯。大家話係咪啊？你揸係直頭正啦，係咪？Now watching iBike.